大家真的会选择完全没事做的工作吗？这主题广征网友意见，消息一出，随即在 PTT 网站引发热议，吸引大批网民冒出表态，其中不乏响应选择轻松没事做工作的声音。有人认为，薪资相当的情况下，当然选择较轻松的工作，除了赚钱养活自己外，对许多人而言也是实现自我价值和发展事业的重要管道。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面临取舍，是选择较轻松的工作但缺乏发展空间，还是选择较辛苦却有机会成长的职业道路。近日，一名网民遇到此困境，在 PTT 发文求助，引发热烈讨论。这名网友最近同时录取两个月薪约新台币60000元的工作，薪资水平相当，然而其中一份工作虽然轻松没什么事做，但缺乏升迁机会，另一份工作则工作强度较高，任务繁重，但随之而来的是未来调薪加薪、职位晋升的发展性。面对这样的选择困境，原 PO 表示，躺平的工作固然轻松，但长期下去难免原地踏步停滞不前，反而让30岁出头的自己感到前景渺茫。他坦诚自己正倍感困惑，因此即由发文一则名为大家真的会选择完全没事做的工作吗这主题广征网友意见。消息一出，随即在 PTT 网站引发热议，吸引大批网民冒出表态，其中不乏响应选择轻松没事做工作的声音。有人认为，薪资相当的情况下，当然选择较轻松的，还可以利用工作之余时间另辟财源。也有人质疑，即使辛苦工作，未来加薪或升迁空间有多大？相对的，也有相当多网民支持辛苦换来成长机会。有人分析指出，虽然工作强度高、压力大，但日复一日的锻炼自我、学习新知、获得成就感，终将让自己在职场上更上层楼。还有人热烈力劝，轻松是暂时的，但长远看来，原地踏步根本是浪费青春，必将让自己将来生涯停滞不前而无比后悔。种种正反意见可谓让人目不暇给，折射出现代人对于工作的观念已然有了极大转变。过去吃苦耐劳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求职价值观，但随着社会发展，追求生活品质、注重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声浪日渐高涨。不过，仍有相当多人认为个人发展和成就感同样重要，工作除了赚钱养活自己，更应积极追求自我实现和价值提升。这场网络论战可谓间接摆出，更令人玩味的是，究竟是努力工作以追求发展，还是优先追求生活品质以实现躺平？没有标准答案，关键在于每个人的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规划不尽相同。不过无论如何，这场激辩都再次唤醒了人们反思工作的意义这个永恒议题的重要性。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哟。感谢收看 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另外，一些网友的回应指出，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影响他们对于升迁兴趣缺缺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不生都买不起房，不如轻松点过得更爽，不想管理人。在当今社会，职场竞争激烈，每个人对于职业发展的期待和规划都大相径庭。近来一篇讨论职场人对于升迁态度的文章引起了热烈讨论，凸显了现代职场文化的转变与新一代劳动力的心态变化。文章源于一位网友在 PTT 上的发文，提到观察到周遭的同事和朋友对于工作的积极性和升迁的渴望似乎都有所降低，不少人即便绩效分数不佳，影响到奖金的多寡，似乎也不会太过在意。这种现象让发文者感到困惑，不解为何与过去父母世代拼搏加班、渴望升迁的态度截然不同，引发了一场关于职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讨论。这篇文章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网友纷纷回应，分享了自己对于升迁的看法以及不愿意积极追求升迁的原因。一部分人认为，现在的工作环境和以往不同，拼命加班不一定能获得升迁，甚至可能因此而被排除在升迁的可能性之外。更有人提到，与其努力争取升迁，不如透过跳槽来获得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工作机会。另外，一些网友的回应指出，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影响他们对于升迁兴趣缺缺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不生都买不起房，不如轻松点过得更爽，不想管理人，只想准时下班等观点，反映出一种追求生活品质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心态。最核心的问题似乎在于升迁后的薪水增加与责任增加之间的不成正比。许多网友认为，即使升迁，所得到的薪水增加与所要承担的额外责任相比并不划算，多了一点点薪水却要扛起大量的责任，事情与薪水不成正比，何苦来哉？这样的声音随处可见，反映了一种对于当前职场条件和升迁制度的普遍不满。此外，一些人提到了加薪秉钱的困境，即升迁后成为中层管理者，既要面对上层的压力，又要处理下层的事务，生活品质大幅降低，这让许多人对于升迁望而却步。总之，这场讨论揭露了当代职场人对于工作、生活和职业发展的多元态度。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新一代劳动力的价值观转变，企业和组织也许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激励员工，
以及如何创建一个既能满足员工职业发展又能保证生活品质的工作环境。这不仅是对传统职场文化的挑战，也是现代社会对于工作与生活平衡观念不断进化的体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哟。感谢收看 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浮夸和爱面子的行为，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由于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贫穷背景而形成的自我防卫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夸大事实。在知名论坛 PTT， 一名网友近期引发了一场关于贫穷特征的热烈讨论。原帖作者透过自身的观察与经历，提出了贫穷人的三大行为特征，包括暴食、讲话浮夸和爱面子。文章一经发布，立即引来众人的关注与讨论。其中有人点出穷人的一习惯，表示即使长大后仍难以改变。原帖作者在文章中坦言，自己直到成年后才意识到自己家族的贫穷背景。他提到，从小到大，他一直知道自家条件并不富裕，但未曾想到自己已位于社会的底层。在此背景下，他发现了贫穷人的行为特征，其中暴食，尤其是对甜食和零嘴的渴望，被认为是源于小时候物质匮乏的环境。长大后，这种渴望转化为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对于甜食和零嘴的欲望变得无法自拔。除此之外，原帖作者还指出讲话浮夸和爱面子的行为，这些特征被认为是由于害怕他人发现自己的贫穷背景而形成的自我防卫机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夸大事实，或者通过外在的装饰和配件来营造出自己生活的很好的假象。网友们对这些观点纷纷表示认同，并补充了自己的观察。有人提到，贫穷人通常自卑中带有一丝自大，爱装阔，并且总是抱怨却不检讨改进自己。此外，也有人提到穿凉鞋、拖鞋的习惯，表示即使长大后也难以改掉这一习惯。这次讨论不仅反映了社会对于贫穷认知的多样性，也凸显了贫穷如何深刻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和行为模式。贫穷不仅是一种经济状态，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和心理现象。这次讨论让更多人意识到，理解贫穷的真正面貌，需要超越物质层面，深入到行为和心理的深层次。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哟。感谢收看 Linux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